主席，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現代化城市，在全球化大浪潮下，一些不是出於政治理由的假難民，單純是為尋求更好的生活冒險來港，尋找機會已經存在一段相當的時間。香港實行的免遣返申請的機制，原意是讓一些外地遭受不人道待遇的遭受不人道待遇者免被遣返，這本是一項人道的措施，但在全球化人潮流動下已出現了不少的變質。按入境處的資料，現時已完成審核的5000多宗的個案中，僅有43宗獲確立，這便是制度變質的證明。在2014年統一審核機制實施以來，當局每季都接獲超過1000宗的免遣返申請個案，但完成審核的個案只是有5600多宗，遠遠追不上申請個案。大量的免遣返申請個案不斷累積，衍生種種的社會問題。就如今日的動議，不同黨派的議員都提出意見，點出問題所在。在今個月中，保安局向本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說明全面檢討免遣返申請策略時，指出在2016年首10個月，入境處展開了476次針對非華裔非法勞工的行動，拘捕了421名非華裔非法勞工和254名本地的僱主，較2015年同期增加了 26% 和 44%。 我對這些數字感到很大的隱憂。同樣是根據保安局的資料，在2016年首三季離港的非華裔非法入境者的人數，雖較2015年同期減少了800多人，但受聘用的非法勞工就有增無減。入境事務處的助理處長在委員會指出，非法勞工往往被發現受雇於回收場、酒樓、工廠等，這些工種一直是基層勞工謀生的地方，若僱主聘用非法勞工，直接打擊的便是基層工友的工作機會。在2009年，政府修訂了入境條例，把非法入境者受雇工作列為刑事罪行。現時受聘非法勞工的僱主，最高刑罰是入獄3年和罰款35萬。但在委員會上，政府透露非法勞工的僱主判刑平均是2至3個月。從聘用非法勞工的個案不斷增加，我們有理由相信現時的判刑對僱主是沒有足夠的阻嚇力。保安局局長在委員會中表示，相信大部分的非法入境者是從內地而來，這表明了有關當局如希望從源頭堵截非法勞工，必須與內地有關部門加強合作。早前有報道指，廣州政府計劃加大力度打擊當地的非法勞工，入境處必須加強與當地政府溝通合作，否則當地的非法勞工有可能循不同的途徑來港，令非法勞工的問題更加惡化。主席，我承認假難民問題以至其衍生的社會問題並不容易處理，在此我無意煽動社會日益增加的排外情緒，但我必須強調，
假難民問題不能影響基層市民和弱勢社群的生活。我促請政府採取有效的措施，加強打擊非法勞工和僱用非法勞工的僱主。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。